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新的活动，地层探宝。这个地层探宝的活动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奖励全拿的，我先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攻击加成是可以无限加的，好像现在我的攻击加成是195，持续伤害加成是156，然后减伤是40。现在我随便选一队队伍进入游戏。好，这里没有加，攻击加到了200了，205，210。好，这里没有了，40应该是最多了。好，然后退出游戏。可以看见那个加成是持续刚才的那个加成的，所以只要打不过就多玩几次，拿多一点这些加成，打这个生成就完全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来打一场这个生成的这个关卡吧。选的队伍是对，三月七阿夫卡，这一支叫什么？陆克吗？然后我再选一个纳塔莎。好，先拿这个，然后找那个卡。这里我们先战斗，因为我现在的攻击加成非常高，所以战斗根本就不需要害怕。别走神了。准备打针了，站好了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一拳分胜负，嚣张吧。有点意思。猎物落网了，坏孩子呢？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换一个大招。是吧？放轻松。去找那个卡，打鱼而已，别走神了。猎物落网了，花露古杖在哪儿？见识下，我发四剑吧。何可救药？站好了，该我出场了。轻轻松松，我找到，加一加血，这两个拿掉。哎，忘了拿，没点到。再炸对着，第三层，这里可以选一只，我就选这个吧。炸掉这个，好像就没办法了，一定要打这一只，就来打一把。现在才开始。先用这一只。嚣张吗？记住呼吸的感觉，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无可救药，是吧？放轻松。一拳分胜负，别走神了。
索性都干掉吧。好，我们去下一层。哦，怎么一堆这种？我先把这只打掉。这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再用。废话就交给你了。嗯，这个就先不要用，打黄盆。这个蓝色这个道具先不要用。嚣张吗？欢呼声在见识下，我发四剑吧。猎物落网了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没有，这里有两只，我先打这个，先打这个。杂鱼而已，别走神了。猎物落网了，我可就要吃药了。这可就交给你了，站好了。猎物落网了，准备打针了，放轻松。啊，还是没有，那我们要打这只。一拳分胜负，别走神了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伤害真的很高，如果加成不够多的话是没这么快把他们打死。哦，这个完全没办法，就一定要打对阵。现在才开始，嚣张吗？欢呼声在哪？见识下我发四剑吧。谢谢，你是个好人。站好了。别走神了。猎物落网了。不痛啊。睡吧，放轻松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这个要换吗？换吧，第五层又有一个，我直接打，然后直接换，先拿那个蓝色的那个盒子。现在才开始，嚣张吗？索性都干掉吧。没事，别走神了。欢呼声在见识下，我发四剑吧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
我的 buff 已经很高了，所以伤害才这么高，235。再拿一拿。哇，我有一堆这里，先加一加血。好久了有，那我就不查，直接去下一关，第六层、最后一层。我这里就把打死了，就直接用了，不要生气。现在才开始，打中间就招招嘛，杂鱼而已，别走神了，招招嘛，记住呼吸的感觉，是吧？放轻松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索性都干掉了。见识下我发四剑吧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是留那个战绩给你跑。美妙的时光该说再见了。要认输吗？别走神了，顽固正在哪？见识下我发四剑吧。记住呼吸的感觉，坏孩子呢，站好了。小张嘛，进来是只有一格，结束了，所以这个伤害提升到255，好轻松。